上来，你们这样。上来，没吃煎饼吗？爸，哎，我伫外口拼命送货，替七官民警你嫌吵啊？即马算讲你是一个公司的党，你嘛免坐咧办公室咧翘脚遐拄久，拄久会寒，你唔惊心就甲你笑？爸，我就坐咧遮，雄雄牙牙就困去啊。雄雄牙牙，我看你规工拢牙牙，你牙牙连家己叫啥名都袂记。我叫做李文辉啊。哦，你还佫有知影叫李文辉哦？刚才你无讲你李廷辉。恁爸仔囝是咧安怎啦？不啦，我就拄好送回转来吼，你甲阮党个报告。文辉，嗯，我唔是。无啊，人昨暝怎啊才困啊？拄只坐只拄久啊。哎呦，招来啊！你嘛骂安尼好无？人个文辉哦，当伫个当大人，心情较爱困呐。啊，母啊，自从七八月开始，你就讲伊要当大人啊，乌骨鸡嘛食几百只，当几十年当袂过。哎。无你今仔是安怎样啊？啊，厝内面上少岁到上老的，你拢要骂安尼，你才会欢喜是毋？无啦，母啊，招来无这意思啦。无这意思，我知影伊什么意思啦。非伫厝内面有两个人哦，伊看了上插目啦。一个着我，永远无代志；，啊，一个是文伟啊，根本无代志。母啊，你这摆意思就是讲？文辉啊，无头倒找姻缘，我才对伊，唔是安尼啦。把伊倒找姻缘久啊，我也无讲啥话啊。都单做兵了，单做兵无头了嘛，无要紧啦。但是袂使一个人敢若乌肉客咧。查甫囡仔吼，对家己爱有责任。要像阮这个时代吼，做兵前偌济人娶某生囝，你知？我即摆是做兵前娶某生囝，啊无是咧外用啊。那阮的时代吼。十五六岁就嫁人生囝，我输。够大你家仔。喂，恁爸。妈，我知你要讲啥。爸讲了真对，查甫囡仔对家己爱有责任。啊，我嘛就想要找头路，我无想要逐工啊收咧收咧，唔知要创啥。啊，不过我就是。爸，你放心。我振作起来，予你看。就算讲要娶某生囝，我嘛毋是做袂到。罗啊，阿姨即摆是咧讲啥？即摆讲要去娶某生囝，阮后生咧起笑啊。你是要咧讲啥？哎，安尼真好啊！你无想看嘛？那参像阴阳啊，毋知要到等到当时才会娶某啦。啊，呾偷偷啦，拼到即摆也无拼一个查甫孙通予我抱啦。本位啊！阿妈若要抱囝仔孙哦，都唔忙你啊啦！你着尽量拼，尽量冲啊！冲冲冲！阿爹，哎，今日我考虑一下。会啊，会使啊。会啊。哎，啊，这是我的名字，啊，你也有名字，就再插一下。好，好，啊，我来定时准备。多谢，多谢。啊，别别别。麻烦你把我包起来。
面包好吃，面包好吃。拍谁啊？吃面包。钱买东西吃，我就装啊！对，我要吃面包，大家不要钱。哎，啊！为什么要偷东西？我肚子饿啊。肚子也不能随便偷东西啊。我没钱。没钱不会回家吃啊。你是舍不得你妈付这些面包钱是不是？那没多少钱，不是怕你也跑去偷东西，会不会抓警察局啦？你还在读书吧？怎么没去上课啊？遇到一个爱管闲事的。你跟父母吵架，你离家出走。哇，天哪！那个女孩在外面是很危险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怎么了？我有说错什么吗？我说的是实话，你不要哭了好不好？我不要你管了。我爸妈都不要我了，我还在乎什么？你爸妈都不要你了，那你真的是翘家？这我也是不得已的。我爸做生意失败，然后我妈买彩券，每一期都中估了，他们说要把我卖掉了，那我就不要，我就跑出来啊。怎么办？时代还会发生这种事啊？有，我爸还说啊，因为我长得比较漂亮，所以就可以卖比较好的钱。我靠，你爸还真会做生意啊！嗯，那我不求你，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人。只要你愿意收留我的话，我愿意一辈子帮你洗衣服、煮饭。我做牛做马服侍你好不好？我不要你煮饭洗衣服 ，OK？ 更不要你做牛做马服侍我。我看你是连续剧看太多了哈。你不肯收留我，那我不是回去被卖掉，我就要在这边当流浪汉了耶。我不是不肯收留你，我自己都要靠我爸妈收留了好不好？那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哭了好不好？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光棍，跟你女朋友冤家啊？无啦，伊是，讲无啦，靠干，你搁讲无？你别想放生哦。无啦，我甲伊根本就，你不能丢下我不管。不要啊！无啦，光棍的是伊。来来来来，我来了。你我穿我就好，我十多年前哦爱着一个我花的，你知无？到即马虽然已经嫁人啊，但是我感觉我爱伊哦，我无去交别的查甫朋友啊。你绝对袂当始乱终弃啦！啊，坐下坐。什么？你始乱终弃？就是爱护之人呐。我哎，这查某囡仔哦，一看知影袂满十八岁哦，因老爸老母顶个顾你强奸啊，啊袂顾你哦，诱拐未成年少女耶。问题是我含伊根本就无任何。文辉。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你可以否认一切，可是你改变不了事实。事实？哎，什么事实？你别不用不用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咱查甫囝哦，拄到问题啊，都解决问题，唔那个代志不管未收山的啦，对不？啊，即马人去线上车祸补票的经验嘛是真多啦，啊，无人跟你笑啊啦，拜托的，好我跟你讲，代志好我解决，喏，加油啦！哎，光哭哎！哎呦，关坤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不会放我一个人在这边吧？对不对？你刚才为什么要说谎？你明知道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以前是没有啊，可是现在有了。自从你帮我付了钱之后，我们就有关系啦。你，哎呦，人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事好吗？可是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帮你，我会想办法，你不要乱跑。好，我就乖乖的坐在这边等你回来。如果等不到你回来的话，我就去你家找你。哼，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？去派出所找刚刚的管区带我去啊。哎呦。喂，青姑娘，我有一个人要见你。文辉啊，你不是说有人要来见我啊？人呢？哦，在这。那是一个查某呀。嗯，啊，查甫查某唔同款，拢是人。阿姨生，阿姨就叫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林玉婷。有停啦！哦，停了。那么个拜托的，连伊的名都唔知，你要出来？虽然讲我答应你，阮爸妈无在的时阵哦，可以听得到。不过伊敢若来路不明哦。你不要以为我听不懂哦。什么来路不明啊？我又不是偷渡来的大陆妹，也不是走私的水货，好不好？我再安排地方给你住，你给我垫垫 ，OK？Thank you。钱多啊，拜托啦，就跟他断两工，无可能出大事啦吼。玉婷，嗯，你在这边要听青云哥哥的话哦。好啊，可是如果他对我心怀不轨的话哈，我这里有防身警报器，有没有？哈，还有这个喷雾器哦，还有这个。爸爸。不会啦，我跟你讲，青云哥哥他是老实人，而且是正人君子。难讲呢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哦，告诉我。喂，拍谁哈？你给我过来！你想不想留在这？我想跟你回家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要是再乱讲，就把你丢出去，知不知道？不许动。青云多安，瞧好啊。伊出头真多，啊！不过你放心，伊伫遮吼会乖乖听你的话，哈。哎呀，我讲是买啦。哎呦，你免烦恼啦，有代志我负责，哈。俊俊，即摆去，唔通甲别人讲，伊是我带来哦。哎，你来帮我一届，我就帮你拍蚊子啊。你在这要听话哦。嗯。你明天早上八点要来找我，你不找我，我就去找你。这样，不是坐坐坐坐。我可以叫你玉婷吗？随便的。喂，没别的意思，我想问说，跟文辉是什么关系？哎，你们很烦呢，怎么这么喜欢问我跟他的关系啊？管区问你也问的，我跟文辉他，哎，意思很难说清楚了。很复杂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浴室啊？我要洗澡。有，进去左转，右边第一间。慢用。你不是说要去洗澡吗？有一个鬼在洗澡啦！我问你，那个查某囡仔是谁啊？啊，伊就
你带回来哦。不是哦。我看伊查某囡仔哦，差不多十六七岁尔呢，啊，你已经二十几岁啊，你唔惊因爸母甲你告？告袂死啦。你讲啥？无啦，无啥，无啥。乌鸦底导游看袂出来呢，你可以乌人双脚踏双船。你讲你唔惊收费怎样？无啦，这水又个美嘞，这这你唔通收费讲。好，起来。真唔错。卖来几套，起来保密费。真是嘞，我门口有女朋友啊。啊，是做啥物款？你坐来去，赶紧。无啦，叫阿妈，袂走去啦。袂走去，是啥物意思？经过我专业的判断哦，这案情无单纯。是啥个案情无单纯啊？意思是讲啊，恁来准备办喜事，来请我啉喜酒。啥个啊？你是讲迄两个囡仔家己讲好啊？啊，讲到尾安怎嫁出哟？哦。爱讲哦，是双喜临门啦！双喜临门，啊，给他等保票啊！王姑诶，啊，这边，我阿妈看一个警察像一只八卦，还是伫咧做谣言？你哪会讲叫做做谣言啦？我这应该是哦，叫另外一种诶民众诶服务啦。哦，简单讲起来呢，就是证明一家亲上好诶表现。你这才算民众服务哦，春娇会用做恁派出所主管。哎，你想啦，想啦。我讲，卖插伊，我唔捌看过讲一个管区的警察哦，为民服务到这尼好啦。快紧，紧带我来去看我未来孙媳妇。有呀。我礼拜啊。孩子，我派出所给我带信。像你这种心哦，你还钓鱼海南岛啦？叫我做共产党哦，我不爱。本贵，本贵，阿妈，阿妈贵的希望哦，拢寄托在你身上啊了。嘿啦，本贵，恁阿妈吼对你期望真大，啊，你敢无什么代志要甲阮讲？大代志啊！天大地大的代志啊！什么天大地大的大代志啊？啊，着拄只管区的讲，你甲一个查某囡仔约会，讲什么爱补票啊？补票？不要紧啦，阿妈是讲哦，你若真受讲安怎，啊，着请咪煮食饭啊，啊，若正经讲爱补哦，不要紧，甲补，看安怎补，当甲补补的。阿妈，迄管区足八卦，你莫听迄个黑白讲。这个。喂，啊那安尼，你唔着真是无甲迄查某囡仔安怎？无啦，我是去应征头咯。啊，当来时拄到迄较早阮学校学妹啦，啊，伊就心情不好，他妈一直咧哭啊，我就安慰伊几句啊，啊，啥物着互恁讲甲，啊，迄种羞涩啦。啊，安尼，我也希望唔着去了了啊。啊，我是想讲哦。咱参像英雄的啦，啊，毋知到当时才会娶啦。啊，当偷偷的啦，拼一直拼到即满，也无通拼一支有病哦，来让我安尼抱一下孙的。啊，就想讲，啊，若你若有啊吼，不要紧。啊，咱若该补就共补补的。啊，人迄伊句讲安尼相喜临门，我安尼偌欢喜的呢。该补就共补，不要紧啦。补票，啊！这个灯短灯未过咧，这要补什么票？你唔惊透支哦？喂，我即摆你甲我的孙讲话啦，你莫在卖啰嗦。我卖假的，我讲一句咯，吼、哦！你若交女朋友哦，唔是啥物歹代志，但是爱有长进。哦，啊！你若最近看有介意哦，稍等下恁爸、恁母啊、阿妈甲你看卖咧，阿妈甲你经济来搞生后生。你真是看会出来，会生后生还是未生后生哟？哎，当然咯，你要想看啦，看你妈就好啦。啊，你生啊，恁三个兄弟啊呢？迄当然是哦，嘛是阿妈敬的呢。阿妈敬恁妈哦，来给恁爸呢，你看。哎呦，当然是哦，阿妈在敬的时阵哦，爸
我的来，我阿妈敬的。阿妈，啊，敬阮妈吼，这是真正常啦。啊，不过，敢真正有百外的，互你敬？